刘畊宏家又添新成员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什么叫好可爱？这个啊，你看是不是好可爱？它就是一个很像玩偶的安哥拉兔。我想要买这个送给小泡芙。陆南送给小泡芙干嘛？生日礼物啊！哦，不行 ，baby， 不准买。A few moments later, baby， 看看我剪刀。我在修兔子的毛。兔子？哎，我们不是说不要买吗？你为什么又买了呢？那你看那边，那边还有另外一只。哇，怎么长那么可爱？这个，我还以为是假的嘞。它的眼睛呢？我等一下帮它修一修。太夸张了，这长得一点不像兔子。你看我帮它的脚剪得干干净净的，像修过美容一样。你看。对啊，那我这只也要剪一下。来，你这借我一下，我来。怎么剪？这是我的剪刀，真的是我拿来修鼻毛都被你拿来这个修兔毛。小泡芙看到这样，这个兔子会不会很爱它？妈妈，为什么有这个笼子跟这个东西啊？这个是要送你的生日礼物啊！你要把我关进去吗？有一个小动物会来，它马上就来了，马上就来了。耶！来了，来了。泡芙，你的小兔子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你要自己取个名字。我等下叫小白鲸。那叫它什么？咪咪。妈妈，你帮我想一个好不好？我帮你想一个，叫什么？叫灰太狼。你要跟你有关系的、啊。爸爸。哦，我教你们一个抱它的方法，它会很乖很乖。抱兔子的方法是一只手抓在它的上面，然后一只手拖着它的屁屁，然后呢，它就这样子，它就不会动哦。它喜欢吗？睡着了，那你去摸。